我觉得这说明我们的整体水平有提高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两个中国球员出现在同一站四强，我觉得这说明我们目前的水平很好。然后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跟本土球员进行作战，我觉得面对的压力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会努力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对手来对待，然后呢，表现好自己。我觉得，中国可能真的是我们，中国球员的福地吧，对。